小铁人椰蛋公给挑战赛，只有人上人，芝麻街凯士兰教育机构主办，当然起玩三杯鸭好不出，爱电基因会小树苗体能工作室，迪卡侬运动用品协办，希望做好亲子家庭一个健康运动，又可以当做工业户外活动。而且这场挑战赛也兼具工业意义，因为只要你报名，主办单位就会替你捐出100元给爱电基金会。往年的岁末年终，我们都会办一个活动，跟然后做一些公益活动，教导我们的小朋友。然后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连续有了3年，所以这次我们跟曾佩雅议员、跟林美燕议员讲的做构想以后，这个曾佩雅议员呢、就很努力的说啊，我们来办一些对外来办呐、你们既然要做公益，是不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公益？这个小铁人，公益赛的里面最主要的，我最感动的就是，不只给孩子运动乐趣，他能把他的所得捐给我们，伊甸基金会作为弱势儿童的基金会，是我最敬佩的地方。我们的人善人教机构，他愿意在这个活动里面，他所创造的附加价值，也有那种意义来跟就我们伊甸基金会来做一个结合。那能让小朋友在整个过程中能够知道，在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更加的充满爱。这我们就叫协会反自身的一个常务理事，那他长期做爱心是不落人后的。然后那这一次呢，举办这样子的一个，其实他是今年长期在经营在做在这这样子的爱心的活动，但是今年这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一些社福的一些机构，包括伊甸基金会，他们真的是经费比较欠缺，所以说也非常开心，我们的协会也会全力的支持。我们平常其实比较多合作伙伴大概都是比较是社会局或是社福团体，但是今天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跟人上人这样子的教育单位，然后一起来合作办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公益小铁人的活动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伊甸基金会第一次跟他们合作。这场公益挑战赛活动分为3到6岁迷你铁人，1至7到12岁小铁人，项目包含裸跑、平衡车、平衡木、匍匐前进、三训单锁定体能挑战。主办规划也让真侪亲子家庭拢真期待活动的到来。这两年孩子都关闷了，那如果今天刚好人上人有这个机会办这个户外的活动，让更多家长跟小朋友们可以一起到走马濑玩玩，参加这个小小铁人三项，对于促进家庭和谐啊，还有小朋友是可以快乐成长、平安长大的，非常认同这活动，赞！小铁人椰蛋公益挑战赛12月17日将伫咧走马濑农场登场。主办单位欢迎喜爱户外活动的亲子家庭踊跃报名。民众若是对这个活动有兴趣，嘛当拨卡报名查询专线，也则是向詹杯仔服务处查询。但是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